的呢？我们是这个客家文化的文创服饰的呈现，那就是将这个客家的花布与这个牛仔布料做这个结合，创造出这个年轻以及这个时尚的氛围哦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服装的领型呢，设计成鱼的形状，一指年年有余，表现出客家人勤俭持家的个性。此次呢，突出了两种的款型，可以轻松的搭配我们的牛仔裤以及内搭裤，在搭配上呢，十分的多元哦。相信大家在这个观赏的同时呢，有看到我们客家的这个蓝蓝以及我们客家花布，结合这个我们的服饰，搭配上我们哇轻松的牛仔裤以及这个内搭裤。他的高跟鞋没想到是如此的性感又时尚，而且还带点典雅的气质在里面哦。下摆哦，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结合这个闽南的服装文创服装设计。自我风格。